来这边来。今天是台南市南医院纪念书记。台南市南医院是宣告书来建立的人口，所以今天我想用淡薄时间三角来想福音甲宣告书行过的所在变化。人类近代史甲宣告书的开端，这个故事你甲刻伫每一个国家，你拢会看到宣告书行过的所在，伫遐有真侪开端。然后宣告书的手所做的工，留落对迄个土地人民文化价值的转化。宣告书，哪敢若拢真平凡，但是啥事会当真平凡的少数人，会当带来遐大人类历史的改变？伫咱的正面遮，你有看到迄个人是啥物人？德雷莎修尼，马拉德雷莎，伊人伫倒位？伊去伫印度，伊是中欧的人去印度，一个真弱小的德雷莎，人真细粒子，真唔食物，十外岁啊就去伫印度。伊选择印度上宋乡的中间的一个城市，然后人不伫遐，伊带来印度的祝福，带来印度的改变，一个人一个宣告书。啊，这个故事宣告书的故事，你甲刻伫美国，你甲刻伫任何一个所在，拢同款。咱就今仔日咱主要要来看台湾。早前我們看那個歐洲人開始往世界在那頂端，他們出去有兩種人，一個是生意人，英國最出名的一個三四百年前一個最出名的公司叫做什麼？東印度公司。南印度公司他出來到亞洲，然後到處在那裡給亞洲的資源在那裡英國贡献的女王，来，这个是生意人，生意人甲生意人斗阵，生意人行到的所在，遐因为拢有基督徒的背景，所以伫因的船的内面都有一挂人叫做宣教师，上面伫咧牧养这些生意人，上面就是讲要安怎样甲基督耶稣的福音，讲恁就去到各地的传福音，这些宣教师上面伫咧顾这的英国的生意人，伫咧另外上面就是去遐伫咧服务。当地的人将福音搁个传出去，所以啊，故事咱讲到边啊，即个东印度公司所带来的人来到伫台湾，宣教士来到伫台湾，因着做几项代志，开设病院，带来西医的系统，然后开设学校，然后教人捌字，以前拢唔捌字。百五年前唔捌字嘅人，因教咱一种诶拼音，叫做罗马字。人若有罗马字，五日对文盲唔捌字、未晓读册，只要五日左右，人就会晓读、会晓写字。对文盲到捌字，真紧差迄个一步。即个宣教士，早前。这个宣教士啊，因伫咧开设病院，因伫咧开学校。你若看讲，即卖学校，无论是淡水的学校，还是中营的学校，还是迄个台南市内，伊拢是140年以上。啊，迄个时，无论是病院也好，无论是学校也好，因去都拢伫咧讲啥？八点半开始，迄个病院开始看患者。但是你若八点来领牌，八点来坐咧听宣教师讲道理的吼，不来看病还是免钱，拢免费。然后你把你的囡仔送来中英学校读册，只要恁大个人做一个协议，你送伊的囡仔，送你的囡仔来遮读册，上早起是上早。大家人生一堆的囝，拢嘛爱这个囡仔变做变趁钱。迄个宣教士拜托，送你的囝，我教你的囝读册。
啊，爸母讲，阮会予伊去赚，去赚钱，毋免。恁一礼拜赚偌济钱？我教伊捌字，教伊读册，然后一礼拜拿五块，我予伊五块予伊，予你个家庭。宣教师教人读册，教人捌字，不钱还倒贴。即款个故事来到伫咱中华女林，即款个故事有换了同款安尼重演无？一位牧师伫女林伫咧人看病，常常是甲人看病地药啊，知影对方无钱，内面阁甲落钱，互伊转去，转去拍开内面有药啊，内面阁有钱。这个叫做宣教师，看医生唔免钱，到后来发展到讲看读册唔免钱，但是爸母恁即摆已经经济较好一寡啦，恁爱甲囡仔留食食费，所以一个月一元食食费。因为台湾就是即款个情况下面，人开始。有西医入来，人开始八字整个社会直直改变。恁知影台湾第一个宣教师是啥物人无？马阿国，这个人，这个叫这个伊迄个字有较细。1865年5月，伊过来办，伊对阿道入来，阿道是倒位？打狗，拍狗啊！对，伊对拍到入来，拿到入来，然后伊一摆到伫，伊对英国，你知伊这个马国，伊是啥物款的人无？伊的背景，伊伫英国的，我想咱中间有几个，你去过英国爱丁堡大学的人请食酒，我相信咱中间有人，年纪也少。今仔日无来，咱中间有几个人有去过爱丁堡？啊，伊是伫遐受过上尖端的外科医的训练，伊阁是英国女王维多利亚女王私人跟家庭的医生。女王的医生，这么优秀的人，竟然做一个工，我袂做。是，然后。受新啊训练了，读册读读嘞，怎来台湾？100多年前，105年前，马拉利亚真厉害，一切传染病真厉害。来到这是要赚大钱是无？人来，炸钱来，炸药品来，炸一切这些所有的物件来。伊来到伫马道，了来到台南，台南开一个看医生。台南迄个时来看医生，佫无共提钱。你知到尾规工了后，就佫有赶出去。你知为甚物？因为伊共看病拢免钱。当初遐个请台医生看病爱钱无？拢爱钱。所以台南所有遮个医生联合起来，同佮赶出去。讲到半小时。但是伊无落去，佮小花休困，重新过来，佮一摆到，所以当伊佮倒转来时，就去找一块地，起一个大楼，所以新楼边就是迄个叫做新楼。伊常常药品摕物件歹呢，行路，你看公安啊、目沙、东港、屏东，你知影讲，这拢是。遥远山区，一个这么优秀的医生，伊献身来到台湾，怎把医学规个直直传？唔是伫都市，伫都市也济，就单就走去到伫迄个深山内来。所以咱真侪深山内来教会拢百外年，就是伫遮。你知咱台中第一间，中国第一间教会是倒位无？大社，柳园是第二间大社，大社已经140几年了。日月潭、牛社，这种百多年的教会，有青山无？迄个时有乌托邦人行，有西南的车站赛，拢无，拢
不行哦。因为这是宣道书的精神，宣道书。恁伫这个家，恁就看到迄、那个啊，目卡迄个三寸金莲，恁有看到无？因为宣道书来到这个家，你知汉文化，汉文化为着个，现在啊，我即马偷偷啊透露一寡信息啊。这是汉文化，大部人主义，大部人要安怎关查某人，搁关甲会条，脚甲绑起来，伊有法度当行路，伊会当走无，伊会当提，伊会当提物件，讲安讲会听落去，袂着。你行几步啊，伊就脚酸啊，所以男主什么啊，怪女主内，全安尼，这个社会都。这后边拢有一套政治因素，拢有一套家庭的，这塑造大部分人的男人主义。所以大部分人伫外口来创啥，查某人知无？查某人念念歹知影较侪，恁都好好厝内生囝，三两个好，剩下拢无恁的代。三寸金莲，你看，福音来到你家，代。宣告书来到伫这个家，对大部分人讲，你若要信耶稣，会当食阿片无？阿片来解，若无，无要甲你洗礼。大部分人会当传洗伊无？以前一百年前台湾社会，你若是砖头的老大，你若是砖头有钱的人，你无传洗伊，用笑讲你无路用，你无路用。但是若去信耶稣了后，教会啊、比例啊，袂使娶小姨，这是对大部分人，袂使娶小姨，袂使食鸦片。对福建人，你若要信耶稣，要洗礼，你脚要安怎？将你的脚拔掉，将三寸金莲剔掉。宣道师对台湾的文化影响无？有影改变。宣道师来到你家。啊，这是这么优秀的马拉国医生，女王的医生，竟然选择来到台湾。再过一个人，台南市内囡仔，台南市内纪念书店，所以台南市内第一集的创始者，华籍的牧师 Thomas Lavery， 你知伊伫十几岁时？伊的科学的研究，伊的科学的研究的成就已经刻入去《大英百科全书》。十外岁，伊对科技、对电器、伊对文学，我这个人，伊是古典天才。咱咧白话字就对伊引进一摆，伊开办台南市啦，伊开办中英中澳，伊办咱即卖也过来用的迄、那个。教会广告就是伊创的，伊阁转来英国买一套迄个印刷机，所以台湾第一副报纸对伊来开始。一个人，《大英百科全书》内面的名人，遐尼少年就一个地方，竟然即种选择做宣道师，贡献伊的书。咱即摆拢真侪人，拢也阁伫咧甲我讲牧师。咱来自心啦，台湾话一定要会记啦，一定爱讲华语啦，啊，华语才有前途啦，咱的教会爱改变啦。我跟你讲，即个宣教师来到这个家，伊无叫咱改变华语，宣教师颠倒替咱保留台湾话。台湾话，人咧讲讲台湾话无做，这唔捌字的人才来讲台湾话。宣教师讲 ，no， 因只有语言的人讲，会晓讲台湾话的人。台湾话比华语加足复杂，加足进化。伫语言学来讲，语言专家看台湾话，迄是世界真特别。1983，我甲牧师娘迄个时代，甲我结婚一周年，我去印度参加一个青年大会。迄、那个大会几千人，咱台湾话。连连让人邀请两摆去个大会，读圣经甲祈祷。
人听到咱的台湾话声，拢真特别。华语归音、四音、台湾话归音、八音。那复杂的物件是那不那粗浅，还是那复杂的那文明那款？那复杂的物件文明那款？你若去到纽约，到纽约，你若去到芝加哥，嚯、哦，看到迄空中的无人机一只接一只，那哦，这个交通系统，交通系统，就是它空中系统，就是它，你知道哇，迄、那个都是有够复杂，复杂就是进步。台湾话八音，华语四音。我叫你开一个门，一个叫啊，迄个空气真大湿，快到开一个门。这么冷的天气，我叫你开，我叫我小可开一个，你甲我开到鬼鬼鬼。哎呦，咱拢知咱的公司嘛吼。这来甲翻做华语安怎？开，开开。开开开！对因来讲无啥物意思，对不对？对咱来讲，咱知影讲开开开开开开。我叫你小可开一下，啊！你甲我开到开开开，内面真冷。咱拢知影咱在讲啥吗？很酸，红红红红滴滴，红泡泡。红公公，咱拢知影咱的公声嘛吼，就是一种的红啦。我跟你讲，台湾话，台湾话不是花语对会到的。真香，安怎讲？香对来讲就是香嘛。还有这个小弟走过很香，我叫你去，但是那个庙你拜拜的是什么？这也香，那也香。我叫你去买香水，我叫你去买香，你说把买拜拜的运回来，这概念完全同样一个字，完全不一样的概念。这敢若是台湾话才有法度。即摆咱遮真侪医生啊，我看这个小可颠倒一下，不但星星甩甩，什么星星甩甩啊？我阿你莫难讲，我跟你讲，少年人你若要做医生，你开始爱用台湾话，你会晓讲台湾话，中医才要请你。袂晓讲台湾话，中医唔定的。因为这个家真侪拢台湾人，宣教师甲咱保留真水真水，咱家己买客家的物件，宣教师甲咱留咧。即摆也阁真侪人拢伫咧讲台湾话无前途，拢。所以唔通叫外口的世界甲咱改变咱家己的思想。这个叫我讲上很凉，鸟，你在宰个？鸟嘛上啊，你知道？鸟也是羊，上也是羊。啊，我叫你搞我白上，你说哪鸟？我牵你养我，你哪讲话你都袂讲个啦！我叫你甲白上，我才来上，你甲白上，安尼煞阿喵。台湾话有台湾的真特别的水，迄是世界语言所无。你知影台湾话，咱到就伫即个地球的顶面讲台湾话，至少有偌侪人口无？600,000，至少要600,000。600,000是一个大的数字，还是小的数字？600,000。对，新加坡的人，偌侪比率会当讲台湾话？85%，新加坡85%讲咱的话。菲律宾的华人，
主要讲什么话？哪个话？福建南的闽南，就是福建南平遮讲咱的话，咱这是哪？咱南的话，高雄市咱的话，所以请唔通互人甲咱污名化。宣道师替咱保留。台湾百多年前，甘为林牧师编一本《甘字典》，到即句也阁是上要紧学台湾话，古字汉字上要紧的。宣道师来到台湾，竟然编咱的字典。中国人来到这八十年啊，因也袂晓讲台湾话，安尼这些影响，认同与不认同？双刀书，因为我是这个才透露一个消息，城市东北亚的人偷亚一本，东南亚的人偷亚一本，中国人偷亚一本，把日本人看作对敌。台湾人，请问台湾人对日本是偷亚还是依赖？即老辈、老辈即拢依赖日本人，你知为虾米无？这拢跟宣道师有关的，这百分之百跟宣道师有关的。你知道日本人迄个时马关条约条约了了，中国已经把台湾割予日本去，对不对？日本人要入来，是要用武力要来摕台湾，宣道师把挡掉。宣道师挡住日本人，然后日本人。派密使来跟这个宣道师对话，因为南平这个家有新楼，台中有什么呀？南二生因在这，北部有马街，这完全拢是宣道师影响上深的所在。这三个所在，若甲日本人配合，日本人会当安全摕到台湾，拢无战争。所以因迄个时来到这个宣道师，宣道师怎啊变做徛起来？北部遐马街甲李春生长老，中部这个遮咱什么人？南二生，南部遐巴克的博士，大家人落去讲，我到尾也提出几个条件。阮会当帮助日本来给台湾。像迄个时，中国几个中国都拢输去啊！台湾人有法度通抵防日本，也无来武力有法度抵防无？无法度。台湾人若抵防，规个人的思想真厉害，所以日本即个宣道师到尾也甲日本人做一个谈判。阮帮助你入来，阮说服，阮帮忙说服台湾人卖反抗，但是有几个条件：第一，宣道师的坚持，恁爱派。基督徒尽量派基督徒来台湾做台湾官，因讲好歹，请问日本人信耶稣的侪啊少？真少。请问日本倒落去了后，每一个都市拢留真侪基督教会，对不对？北部留几啊间，台中、梨园嘛是，这拢是日本人留落来教会。城市日本人的基督徒比率遐尼少，每一个大都市拢留几啊间基督教会，就是这个原因。宣道师迄个时间讲，恁若要来，第一，恁来还派基督徒来，所以日本人尽量去敬去敬，这是老教会落来来看这个地址，因叫日本恁来。恁来会使，请用新书的方式，新书的方式统一台湾。第三，爱改善台湾的卫生设备。日本人伫遮咧统治的时，对台湾的卫生有贡献啊无？有。第四，爱迄个培养台湾本土的人才。日本人敢若一种。台湾人袂当就是最惊迄个什么啊？最惊政治
无台湾人，出咧医生啦、啊，啥物物件，大行拢。所以日本人对台湾人才培养最好加，叫日本人大力建设台湾，将台湾的水利伫当时，到即伫当时的时代，台湾的水利设备啊，全世界第一名。有水利，有水高造，我都通经做。所以，咱的农业才变做亚洲上出名。即拢伫即款宣告书，因讲，阮会当甲你配合，但是阮要提出这个条件，日本人答应。所以到即个位置，整个日本通过的、通知过的，迄个东北亚、东南亚，都到干那一个台湾，笑脸日本人。安尼，咱会当甲即个空白的历史，甲接起来吼。宣告书，宣告书。八点零一，在无？嘉南，整个嘉南的农业，拢对这个少年人来贡献。乌山头水库，嘉南大郡，台湾第一个水坝，伊把迄水规个，全变做一个水坝，用这个水坝，用这个水库来。引进落去灌溉，台湾的迄个水沟，夹夹的讲会当对地球走去到月亮的远啊，安尼有厉害无？八点二一，到尾又派去伫南洋，可能计算伫遐死去，二十几岁尔。你知这什么人无？啊，稻田的这个是马街第三代。正明的这是南里新的第二代，啊，我伫温哥华读过，伫这个家，伊在记伫遮有温哥华教会长老，甲伊家庭伫遮。罗斯马凯拄啊伫教会边啊，罗斯马凯是全世界迄个北极冰冻，能迄个冻土，迄个北极的冻土是全世界冻土的专家。伊到八十几岁，还阁坐飞机去到北京，遐有伊个研究室。哎，拄啊，伫我教会、博物馆、教会边啊，尤其是大概个教授、荣誉教授，一世人真客气个人，马街第三代。后台湾个迄个人，要去台湾人一个公司、电影公司要拍伊个故事，然后到我当妈来做，我伫遐做老师，电影公司个人。伫咧讲，伊敢有啥物？因敢有啥物留落来？对第一代马街、第二代马街、第三代马街，敢有啥物很真感、真趣味，还是讲真刺激的迄个恋爱的历史？讲无伊无即款，伊讲都爱有即款的刺激的情节来拍伊个人的电影。伊讲伊有对倒个环境拍起来，真客气啦。伊若讲着因阿公因啥物人，伊讲无，迄是因甲我无关系。真客气的人，啊，阮知影讲伊老啊，啊，伊定定感觉有捌个提起讲，是伊少年伫台湾的时，因细汉啊，甲迄个男医生的囝，因拢斗阵宣导师的囝，甲囝斗阵大汉，还有斗阵耍过，啊，即摆拢老啊，一个伫英国，啊，一个伫温哥华，所以迄个时候阮教会，阮就促成两个。如果话见面，啊，互因囡仔快乐，回忆少年囡仔的时代。那男医生，咱身边真要真会故事。两代四个医生，请问两代四个医生要五十年以上伫遮，七十年伫遮，因转去的时，摕偌济金条转去？提偌济财产转去？因无提金条，无提财产，颠倒因是人来，诈钱来，无看来，直直将这个只为着救人，为着帮助人，为着教育，为着然后第一代的男医生嘛，都挂吧，啊，
安怎道歉？我伫长期上班的时候写一个叫做《人生人生嘛》，疼人疼到哇哇道歉。第二代转去的时候，老了一代，提袂脚踏车，空手好下，换伊简单的回信转去尔。有滴咧看到宣道师是啥？宣道师无论行到底什么所在，只有疼，只有牺牲，只有付出。敢若好人，无人替无，无不人替。那么讲到这个时，看到今仔日读个圣经，巴拿巴甲保罗两个做咧外国传福音，然后。人看到伊口才遐好，遐有遐迷人，庙里的你知影个丢失是啥？西庙的人上伟大的神，遐庙里的祭司随时走出来讲：哦，啊，这今仔日这是心灵复兴，伫这两个人的心中，所以大人庙里的祭司就庙讲啦，怎出砍牛提花？走来要甲保罗拜，讲因两个拢是心灵复兴，讲因两个是心灵，都我都开始要甲拜。保罗甲巴拿巴怎啊对台顶跳落来，冲入去敌军的中间，有接受因拜啊无？无，我甲你拢同款，请你唔通做这个代志，因为基督徒信耶稣的传福音的人。咱每一个人常常也有这项，咱是人还是神？咱是人，咱是上帝所创造的人，咱是上帝罗卜，罗卜的存在就是咧通过服务来荣耀上帝帮助人。这是基督徒的这个家，咱的信仰不断地咧教咱认识，咱只不过是人，是上帝所创造的人，甲世间人拢同款。不如讲。不如巴拿巴讲，我甲恁拢共款。今仔日，我来这个车传福音，是要互恁知，这世间有一个创造的上帝，恁都爱弃绝这个偶像，归向伫耶和华上帝这个尊。留意，这个就是宣道师的在做，无论咧创啥，谦卑家己，然后将万军的耶和华这个上帝介绍互当时啊，通过疼牺牲甲服务。为了真多救赎的门人，宣道师。为着安尼，为着做这个工，传这个福音，因处处给人拍，保罗伊嘛同款，给人用石头钉，给人钉半截，拍到半截死，人想讲已经死了，感谢上帝，因最后是死无去。像我这个宣道师，当时这个宣道师来到台湾，有去用拍无？有放火烧无？有。宣道师拢咧经历这款的，疼人疼到家己的性命直直要无去，因也搁对因来所在直直直咧提钱，不管恁安怎欺负有上款，阮也搁是要安尼疼恁到底，因为对照这是啥？主席为了台湾破巴多好多好多好无五十年也无五十年为了腐化腐化的开始在哪里人做神的崇拜人把自己当做神的崇拜对到这样来是把自己当作神，然后那既然是神，就会当互供养；既然是神，正人就应该摕物件给我，然后就直直收各种的用各种名目，就直直咧收钱，然后各所在直直买土地、变现土地，都怎啊直直来腐化？台湾65%是山地，所有的山地拢是国有产地。叫我关注你，请问你家的土地是所有权人是谁？答对了，
全台湾65%的土地，这个高雄65%是山，这65% 是 mountain area， 65% 所有 owner 是中华民国，哎，像政府，所以原住民的无土地权。国有财产局的土地，人民的咱伫遐开发无？袂当，城市只的庙拢伫遐开发，城市只的庙拢伫悬山顶开发，迄、那个叫做违建。违建政府会当上水电吗？会使袂使？袂使。什么人去疏通？什么人去乌西？弄到违建，然后佫会当放水放电？拢是政府管办，所以这叫做寺庙的人开始，寺庙的人甲政府土地土地确实土地，寺庙的人开始，然后大家人去遐伫咧拜祭啦，因为这叫做宗教的对了。宣道师咧，即马都倒转来伫宣道师，宣道师真平凡的人。但是每一个人，因就是苦给家己，伫咧努力，通过耶稣的威光，恁就去到普天的去传福音，恁就去到普天的去传传福音，将人传出来到伫上帝面前。所以咱是真做基督徒，我甲基督的教会真做一个传福音的人。今日是新人的纪念主日，咱就是。宣道师将因的请，将上帝介绍予咱，用各种的方式。我想咱这个面，这个事是咱的职责。我要劝讲，将基咱才有真侪将基的人。我要劝讲，将基唔通搁伫咧发展上大个，会出代志。将基无论如何爱打住了，因为耳体那大。人的心会怎样？无法。要做到是做到爱，做到服务，做到谦卑，不可以做到物质跟建设，人的心的无法。因福到位，这嘛是咱家己爱伫这个家庭，其实伫中华有真侪 stories， 那不然在发展，互咱也变做故事中的。信用饭店，这是咱台湾人爱三角台。原主的听在咱的中间，愿咱通过今仔日纪念这个历代这个宣道师在咱的中间所做，因真正宣道师对宣道师，因一个传扬福音、分享正道、救赎灵魂，通过听甲异地，由于咱的教会甲咱本身，我们也可以做大自己，但是不可以是物质的。是人心的，是信仰的操练。你可以改变这个社会，你可以改变你周遭的世界，你也可以帮助我们大家一起来，我们大家来三个来举着，来当改变那个道会，保护那个道会，让那个道会变成下一步的骄傲。那有机会啊，不？啊，真正咱来对家己有一那一份的期许。他是一个个人的，咱做甲遐尼大，咱一个教会，搁较有法度通做遐大。你倒转去，你的信带着信走入你的家，你可以丰富你的家，你可以改变你的家。当心来记得，我要感谢主上帝在我的中间，愿你继续做工，愿你继续在我的中间感动我、引导我，让我知我只不过是萝卜。我是你所听的，你是你所见的，嘛是你所测见，爱我进入这个社会，真侪世间的光路上的地上的盐，愿你扶持，将这个声记伫阮性命的中间，印刷刻住，耶稣基督的名。大家请讲个报告。咱真欢喜，台南新学期牧师，咱用全牧师来到咱当中来听个报告，用以下时间来互大家。
啊，黄牧师、黄传道，可能教会中小兄弟，大家平安。啊，三月第三礼拜就是台南圣安医奉献主日，啊，今天圣安医派我来跟咱中间，跟咱请安，跟咱报告，啊，跟咱谢多谢，多谢咱过去啊对台南圣安医的大道支持、甲奉献、甲关心，啊，包括各个进程，从来放咱。今年伊有做一个CD 予咱看，阿爸我才过来报告。
是从这个后面面底，咱改成台语化，然后配合一个礼拜。啊，所以咱即马开始咧去做，啊，就是到国里头了后，咱毋忙将来这个牧师的培养，咱对上一个核心，啊，结合现代的师资，甲对面单位师资，咱会当用台湾先来做中心去做一个真好的成长教育的一个环境。人心的思想会当传承，人心为台湾、为教会奠定信仰精神，也引起人心移转了后，一个新的时代，新的教育的调整。就是啊，对今年新的年度啊，二零一五开始，咱停止招生大学部，就是无招高中生招大学毕业的啊。啊，第三项就是这个今年的招生四月二十到二五有推荐正式的这个招生，然后七月十四到十五有这个啊招生的考试，将咱来上优秀。诶，咱诶兄弟来受助教，啊，那即马入到了补入案，就是复审已经过，啊，预定明年六月看会通入案。入案了，即马新学分来大学毕业三年，要改做也要受啊四年即个新学的教育。过来就是咱啊楼卡交代所在有，因为咱朋友三百几个，来寄百几份来吼，有台南新学伊最新的通讯通信。内面有真详细报告啊，咱是通啊，即个礼拜刷伫楼骹个所在啊来坐啊。主要就是要啊，拜托咱通继续带到关心奉献啊，奉献个项目伫咱招募内面有即个奉献个助力会啊，奉献个项目佮内容只真详细甲恁讲啊，咱是感动欢喜为着台南市来奉献啊，有真济方式咱会通来为着市来奉献。啊，就是咱不一项就是三月二三、二四，头啊，王牧师讲英国爱登堡，吼，咱宋传信牧师在遐受教育。即、這个三月二三、二四到牧师进修，就是牧师中集兄弟，那欢喜去进修的，即、這个爱登堡是咱院长要来啊，有两天的即个演讲。啊，即、這个题目讲基督教的神学二十一世纪的挑战。啊，咱。到拜五截止报名，但是咱若要参加吼，明仔载顶报名应该敲电话甲报名也会有吼。啊，搁一遍，感谢多谢，啊，多谢咱教会，或者报告，啊，感谢多谢，也拜托咱继续关心、大做支持甲奉献，多谢。